主料黄瓜一根，辅料蒜头刺到五个，姜两片，红尖椒两个，食盐陈醋油一二。黄瓜去皮，蒜头去皮，姜片洗净，辣椒洗净，把黄瓜精华挤刀，然后拍几下，沥于净盐，把黄瓜装盘，蒜泥的放进盘子，加适量盐醋，这是烧热油锅，把辣椒切丝或块放进锅里，轻翻两下，倒进黄瓜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G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